关系，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，关系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。若是你想体会这个中的奥妙，那就把耳朵交给我，让我清楚地对你说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有佛法就一定有办法。每天工作早出晚归，穿越的地方到处也能出没，没有害怕焦虑紧张和忧愁，因为我的口中念着六字大明咒。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Om Mani Padme Hum。乐透人生。我们今天在哪里聚会啊？我家。最近不景气，钱真是难赚。是啊，大家有什么省钱的妙招啊？我会在马桶水箱里放装水的保特瓶。我们出门啊，都关掉总电源。我都唱歌给母鸡听，它就会咕咕咕多下几个蛋，省了不少菜钱呢、啊。我的秘诀就是不能丢。这个包包就是用牛仔裤做的，哎呀，好厉害哦！像我们家小黄瓜生产过剩，该怎么办呢？小黄瓜过剩啊，我有办法。噔噔，酱瓜完成。好吃，好吃哎！可是这些分不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拿去佛寺分享好了。义工们呐、啊，最喜欢吃脆瓜了。好啊，去吧。哎，是前几天买的彩券，来对一下。对了一星，好的开始。第三组，第四组。最近有学童绑架的新闻，大家要注意身边的陌生人，同学们要结伴同行哦。知道，老师再见。茉莉啊，我们变成有钱人了。哎，我的东西为什么要丢掉啊？因为有新的了呀。等等，哇，好漂亮哦。那西装你的啊，我有了。哎，你不懂，人家柜姐说名牌的剪裁就是不一样啊。我们环游世界说了十几年，下个月有个欧洲团，我马上报名。我工作都排好了，哪能说走就走啊。啊，还要多带几卡旅行箱，这样才够血拼。太棒了。你今天穿得特别漂亮哎！哇，发夹也好漂亮哦！哼，姐你看，哇，这是珍珠吗？我来捡。怎么办？没关系啦，叫我爸扣我零用钱来还你。茉莉，这个发夹要多少钱呐、啊？我妈说在百货公司买的，一个要2000元。啊，2000元？没关系啦，我有好几个，不用赔啦。这个啊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，一人一个。哎呀，这个牌子很贵耶，名牌真的不一样耶。对了，你不是都不买名牌的吗？哎呀，那是因为没钱呢、啊、现在不一样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得去接小文下课了，最近治安不好，还是多注意一下比较安心。就是啊，听说有个财团的小孩被绑架，还勒索好几千万呢。好可怕哦、啊、幸好后来人没事。得分。哼，东麦东麦，看我的。给我给我。阿比。哦，干嘛突然乱传球啦？
我怕弄脏茉莉的衣服了。什么？我想休息一下，你们继续玩。你看，你看，就是他。上课干嘛穿成那样啊？怕人家不知道他们家有钱啊？对呀，以为自己是公主，结果是没有人要你的公主。走了，他生气了。这种有钱人我们惹不起。师傅，茉莉不是故意在炫耀，但是大家的反应却让她很难过。欢喜呀，同学们即使是无心的，却也会造成茉莉的伤害。如果是出于嫉妒而用话伤人，那就更不应该了。师傅，那我可以怎么帮助茉莉呢？你能够了解她，作为她跟同学之间的桥梁，就是最好的帮助了。嗯，谢谢师傅。人家百货公司柜姐说我操劳多年，需要用燕窝来补补气。哎呀，怎么都是讲瓜呀。哎，对了，上次跟你说的投资顾问郭总裁你还记得吗？他说上一档啊赚了几百万，我都没跟到。但是现在能量石更夯，卖出后的价差可达数倍，我们要学学人家以钱赚钱。哎，我今天很累，想要休息一下。哎，妈，我明天不想穿新衣服。有新衣服干嘛不穿呢？穿那么贵的衣服去学校，同学都觉得我很奇怪。来，这盒巧克力带去学校分一分，大家吃得高兴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下午公园有偶像团体要来表演呢。这是公益演出，不用买票。那太好了，不然票那么贵，谁买得起啊？嘿嘿，你买不起，但有人买得起呀。大家不要这样，别班同学说他炫富是因为不了解茉莉，这种说法会让人很难过的。茉莉，下午大家要去看表演，你也一起来吧。你们希望我也去吗？当然啊。谢谢大家。小姐，走吧。这是我妈新请来的管家阿姨。阿姨，下午我想跟同学一起去看表演。不行，你妈特别交代，一下课就要接你回家。我不要。快走了。不好意思。怎么变成这样？太太今天把家具都换新的了，我去做饭。哎呀，这些我都不懂，都让你决定还不行吗？不懂可以学呀，每次讲到投资你就不听，你做工能赚多少钱呢？我没这么贪心，钱够用就好。你说什么？这个要好几十万呢，你们别开玩笑。笑嘿嘿，走喽。哎，等我等我。小姐。茉莉，白板在窗户上啊。小姐下课了。啊，小姐呢？啊，在哪呀？哎，太太，哎，太太！郭总裁呀，我们的能量石涨到多少啦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就是来告诉你，这波能量石转手大失败。啊？怎么会呢？那现在脱手可以吧？至少把本钱拿回来啊。什么本钱？那些都是千元油找的假货，损失比你还大呢。什么？是你介绍我买的，你可不能这样就……喂喂，可恶，我的钱呢？太太太太，小姐不见了。什么？太太。
茉莉，茉莉啊！喂，警察局吗？茉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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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气这么糟，茉莉是到哪里去了？茉莉，茉莉，茉莉，妈妈对不起你。菩萨，请保佑我们家茉莉。你怎么了？啊？谢谢。哎呀，这酱瓜真好吃。哦，这是您之前送来佛寺的酱瓜呢。啊，哎呦，现在想想，山珍海味反而不如当初节俭时的好滋味。嗯，有钱买得到食物，但买不到食欲；买得到物质享受，但买不到幸福安乐。大师，您说的对。我做佛寺义工这么多年，竟然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妈啊，茉莉，哎呦，妈，你跑去哪儿了？有没有怎么样啊？我没事，只是放学后不想跟阿姨回家，就偷跑走了。后来看到祈福号公车，就坐上去，来到了佛寺。妈妈，对不起，害你那么担心。妈妈也有不对的地方。回来就好，谢谢大师，谢谢住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要做梅子腌黄瓜、凉拌小黄瓜、小黄瓜炒甜不辣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啊！想不到莫爸爸还会雕花呢。哎，别丢，这些也可以做成小黄瓜沙拉。哎呦，这样才对嘛！我们的茉莉妈妈回来喽。佛的世界一半，我的世界也一半，你一半我一半，这个世界谁也无法同意另一半。好的一半，坏的一半，自然减少，接受美好的一半，包容短缺的一半，努力好的一半，坏的一半，自然减少，接受美好的一半，包容短缺的一半，才能拥有全面的人生。